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局长宠物播报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不够、中途疲软、阴茎短小、虚汗、阴囊潮湿、肾虚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，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8783400，中药秘方调理，对症下药。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8783400，海内外患者朋友皆可免费咨询。但也许对于土耳其人来说，它代表的才是更广阔的情怀。视频中可以看到，身材妖娆的模特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，自信满满地走在 T 台上，台下的观众更是活力满满。可正当人们还在沉醉时，一只猫咪的出现瞬间抢走了模特的风头。它在台上悠闲地走起了猫步，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。此外，当模特靠近时，它还扑上去与其互动，甚至在适当位置还会摆定点动作。网友纷纷评论称，根本没人在看模特，猫老师把模特们都比下去了。很多人戏称，我终于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猫步。各位网友们，你们被这只猫雷到了吗？你家的猫咪会走猫步吗？欢迎留言分享哦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转发关注哦。